师傅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地面如镜，太神奇了吧！我定要写信，告诉我师父。要是师父现在可以亲自就好了。师父，师父，真的是你吗？这个地方显灵了，师父，师父。我太想你了，我想你，我真的太想你了，师父。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只是显灵之相，镜花水月一场。让我看到了我的师父。交织温暖宿命，闭上眼，依然会